咁 Eunice， 如果你中听日中咗六合彩，你会点嘅样啊？好啦，第二题，如果发现咗张彩票过咗期，如果情人节收花，如果行下街无啦啦落雨喎，冇带遮，咁你会点呢？如果你发现咗你翻到学校唔记得带一份好重要嘅功课，你会点呢？